哪里爬起来？再来一把狗头岩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哇哇哇哇哇！狗头岩，掉25法力流气袋，操！强攻赛人，哎呀，这没抠死啊！我吐了。掉25法力流息袋，我度过了许多岁月，好，天空需要25法力流气袋，这是干啥？这是要开始送了？等他没蓝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抠了。我们已经能一个抠抠163了。别叫，没办法，这皮肤就叫，汪汪汪。加25法力流气弹，要25法力流气弹。俺个眼儿嘞，不好杀呀，兄弟呀！哎呀，我25层没了，不是25层啊，我12层没了。你传送，我也传送。
尸体不算，尸体加零。这把20分钟能1000Q 吗？差不太多。他马上没有蓝了，他加个12也行。压了，快点上线。把野区抠一遍，然后再向线上抠的。毕竟这野区也没人要呢，你知道吧？关键是打野划线了，那打野也不要啊，那你要要的话那就给你，那我就抠对面的还不行吗？你给我，我跟你说，给我20分钟我还你一片天。
趴个眼儿，等着胡杰哥赶赶我们。你彪子吗？你打兵吧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收兵。先回家啊，捡西地再出一个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其实我没想杀这胡爷哥，但我想了半天啊，我觉得实在不行还是杀了吧，我没有装备支撑，我现在装备不行啊。而且那赛因或者是胡爷哥杀完还能给个红，挺好。这皮肤好丑啊！没兵了，没兵了，没兵了！都裹着布加，哎哎，别死！没有耀光就这点不好，都是伤害低。不是你老点啥问号？你给你你也不刷，你说你上半野区你也不碰，那石头人不还有呢吗？你就刷石头人去呗。我要不是为了 Q 点兵，我能吃你这个？Thank you.
操，哪来这么多人啊？哎！这怎么走着走着还这还迎面过来两个壮汉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，耽误我三十多秒啊！哎呀，我三十多秒能扣200个。烦人呐！不过我们送一个也可以。有点顺呢，你死了吧，你非得打我干啥呢？我觉得就是因为好像是因为是我不理他，他觉得他受到了侮辱，是不是？抓紧时间，兄弟们，时间就是金钱啊，朋友。
他可能是觉得我不理他，他受到了侮辱，所以他每一回都要打我。我明白了，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把他打死了，他就不会受到侮辱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23分钟也只能 Q 954个。因为这把没有召唤物，你知道吗？问我这是在干嘛？这都看不出来吗？这是在发育呀、啊！你是我的了，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呀、啊！来，让我 Q 一下。跑得好快呀，盖伦，让我 Q 一下。怎么打着打着还急了呢？我这刚发育完。